电池大厂新普三月份受到工作天数回升的激励，营收弹升了35%，达到55亿元，首季营收站稳150亿元大关，达成财测上元，创下历年同期新高纪录。展望第二季，新普预告第二季会比第一季好，新普仍然是当中的佼佼者。